中东是一片发展沃土，但这片土地上战火仍在燃烧。去年十月以来，巴以冲突剧烈升级，人民遭受沉重苦难。战争不能再无限继续，正义也不能永久缺席，两国方案更不能任意动摇。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，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，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，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，支持召开更大规模、更具权威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。